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果。我现在主要是在投行部下面一个叫成长企业融资部的部门，然后我们主要是做财务顾问业务，就做一些成长期企业的融资和收并购的业务。投行其实大家定义都很多种，我觉得核心就是帮资产找钱，然后帮钱找资产。每天工作，其实我们核心就是围绕项目做工作，然后都是做一些中面研究、行业研究、画 PPT， 然后做一些 model、data pack 这些内容。对于低年级的人来说，主要是中面研究的工作多一些。最大的变化，其实我觉得就是对于这个了解会更深刻一点，因为也加入公司快半年的时间，其实算上实习已经快一年的时间，所以就是你对于财务顾问，就是成长性企业融资的这一块的业务，你肯定自己做了快一年，你也会比较熟悉，你知道它的流程啊，知道它的就怎么做会更快，然后你可能也找到一些窍门吧，找到一些方法，就是真实然后享受这个过程吧。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节目还是比较特别的一个经历，然后我觉得一方面其实你可以找到很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，然后也能够得到比较厉害的导师的一些关注，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做自己然后享受这个特别的经历啊。当然因为作为前一季的这个学员啊，我也会关注咱们这一期节目的情况。闪闪发光的你，一路闪光，一路前行。